堪舆学家麦玲玲，佢嘅笑容同埋圆润嘅身形，都令到佢好有观众缘。近日有网民就分享玲玲师傅后生时候嘅相，竟然发现同唔少出名嘅影星撞样啊！网民发现嘅旧照入面，包括佢喺1994年同老公何德结婚时候影嘅婚纱相。对比一下，网民普遍就认为下个星期就55岁嘅玲玲师傅，样貌唔单止冇太大嘅转变，仲赞佢保养得宜，好有福相，系可爱型嘅女仔，而且非常之上镜。甚至有网民就话，玲玲师傅同日本女星松田圣子撞样，有网民就更加笑言，玲玲师傅同陈焕仁似样，真系非常之搞笑。